近日，小韩就在三亚看到了言承旭。当日，言承旭现身某酒店拍戏，他身穿一件深灰色背心，工作人员帮忙整理着领口。接着，言承旭自己整理了一下裤子。随后，言承旭移步旁边坐在桌前，与对戏演员沟通拍摄细节。言承旭翻看着剧本，一边听着对戏演员说话，频频点头。话说，这身打扮，梦回道明寺啊，家人们。